我是来自 Puniyu HTM 2023级学生魏福春。这不是一个宣传视频，这是我的营销视频作业哦。今天给老师同学们介绍一个独特的地方，就是我们20多家绿城系酒店的其中一家，2023年全新开业的诸暨希尔顿酒店。这家酒店是由绿城中国投资16亿打造的一家5星级酒店，不论是精湛的营造品质，还是丰富的体验产品，都承袭了业主绿城的品质要求与文化基因。这家酒店不仅是一家奢华的5星级酒店，更是将诸暨市的文化元素与现代奢华相结合的典范。诸暨作为西施的故乡和珍珠的重要产地，以其独特的文化底蕴而闻名于世。西施传说中的美女，代表着诸暨的优雅与魅力，而珍珠是诸暨一道璀璨的名片。当地淡水珍珠的年产量占全球的70%，被誉为中国珍珠之都。诸暨希尔顿酒店肩负起打造城市名片的责任，将这两大标志性文化元素融入到酒店的方方面面。想象一下，各位站在酒店门口的西施广场，可以看到栩栩如生的西施雕像。踏入酒店大堂，映入眼帘的是由14000个珍珠打造的西施浣纱之景。这里不仅能让各位感受到当地文化的独特魅力，更可以沉浸在奢华与文化交融的氛围中。无论是品尝巧克力珍珠造型点心，还是浏览珍珠壳餐单，每一个细节都传递着对西施和珍珠的热爱与敬意。此外，诸暨希尔顿酒店可以亲身参与开放现场，为客人提供高品质的珍珠产品体验。在这里，顶级服务与悠远历史相遇，让你尽情沉浸于独特的文化体验之中。诸暨希尔顿酒店不仅是一处豪华的住宿选择，更是一段文化探寻之旅。期待 HTM 老师和同学能够来到这里，共同领略西施故里的无尽魅力。春春姐在这里等你哟。